也不给老公留点儿？谁让你做那么好吃啊？我这个是对大厨的尊重。你真满意，我再给你来一份。别，那喂猪呢？再好的东西也得欠着点给，不然不值钱了。你也知道啊啊，所以你平时老克扣口粮是不是？油烟味儿。油烟味儿怎么了？油烟味儿是男人最好用的香水。大小姐那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办呀？我明天只能去新路找一下黄姐了，那边跟她谈呗。十万提成又没喽。你放心，够你吃炸鸡的钱啊。我可没那么好呀。哎。哎，我问你啊，我赚多少钱可以申请养你啊？保底每月工资3万。那我努努力差不多呀。你的收入得是我的3倍以上。那你现在赚多少钱呀？税后8200。你笑什么呀？那我现在够格了呀。那我说的是动态3倍，那我的收入也会涨的，好吧？假如说啊，假如你嫁给我以后，我还是够格的，但是你动态的时候呢，我不够格了，你会选择跟我离婚吗？不会，这方面我还是比较传统，我还是希望能够从一而终的。好媳妇儿。所以啊，我选择跟谁结婚可是非常非常慎重的，你好表现吧。看来我真得给你扎份鸡去。别，不用了，吃不下了。吃不下也得吃。